club. Credit. You ever wonder why Jewish people own all the property in America? This is how they did it. Financial freedom, my only hope. Fuck living rich and dying broke. I bought some artwork for $1 million. 2 years later, that shit worth $2 million. 2 years later, that shit worth $8 million. I can't wait to get this shit to my children. Y'all think it's bougie, I'm like, it's fine, but I'm trying to give you $1 million worth of game for $9.90. I'm making jump in here, front in here, wolf up in here. Oh, I'm so good, I'm so good, I'm so good. So gully, so grimy, what's good? Outside the Benz on dubs, I'm in the club with the snub. Don't start nothing, it won't be nothing, Little mama, show me how you move it. Go ahead, put your back into it.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t nothing to it. Shake that ass, girl. Little mama, show me how you move it. Go ahead, put your back into it.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t nothing to it. Shake that ass, girl. You see me shining, lit up with diamonds, cause I stay grinding. Homie, you could catch me swooping, Bentley grouping, switching lanes. If you see me rolling, you know why I'm holding. I'm out my paper, yeah. Nigga, I'm serious, I ain't playing. I'll embed it in your brain, I'm off the chain. Jeez, you Nick, next level now, turn it up a notch. M and Dre sent me to tear up the spot. From homie, oh no, you know why I'm loco. Hands up on the dance floor, okay, let's go. Little mama, show me how you move it. Go ahead, put your back into it.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t nothing to it. Shake that ass, girl. Little mama, show me how you move it. Go ahead, put your back into it.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t nothing to it. Shake that ass, girl.吗？啊，是你说的吗？我没说。我看到群里有人说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要进去？你来过吗？我来过，可以往前看。对啊，我也觉得没问题。往前看吧，往前看。跟你确认一下，咱们进去的那个徒步起点就在那儿是吧？差不多，你就往前开就行了。你看后视镜，我打手势就差不多可以停就好了。什么呀？你看后视镜，我给你打手势就差不多可以停，你说。就这里。好吧，来这边有 KFC。这个凉了，不然我也会冲。还有鸡吗？啊，没一只算。你去山里抓一只野鸡啊。你煮啊？你打毛？我可以给你生火。刚吃的东西。我操！你的走路小心一点。shit， 好多 shit。
问题来了。啊哈。这路有没有被摧毁？没有。是吗？上次来就是这样。啊，谁说好嘞？小爽，队长说好嘞，好嘞。哎，差点后盖，差点。好新鲜哦！血，我看到血的时候就喊血管。嘿，没事，你喷了那个尿。我还好，我不招蚊子。因为我一直在关注那个 Where We Go 那边什么时候可以走，然后我看那边的 review。哎，今天这个男的，不是啊，怎么可能有哈这种东西？哎 ，Morning。应该是 Cathedral Range 是 hard， Cathedral 是 hard， 然后那个上次我们去的哦 ，The Third 那个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就你说的那个在 Very Big， 对我去了三次你都不来，我都没看到有人去啊。看我们去了三次，哪三次啊？是我血祭的时候吗？哎呦，有可能啊，不然下周我搞一次。下周啥天气还不知道呢？不知道，看一下今天的话搞一下。而且最近那种难度的。不知道有没有被摧毁掉，你知道吧？啊，应该还好。毕竟上次去什么时候？我上次是好吧，十月份、九月份。对啊，很早了。嗯。那个整个那个雨季整个这样过去了。走。跟得上吗？后面没了，先看一下。后面跟不上的时候喊一下。男子才爬楼梯的是吧？啊哈哈，这段路一开始会比较累，后面就好了。后面就很无聊了，是吧？对。没事，反正我觉得我今天晚上网球的这个局应该完了。啊，不会吧？就这一段呢？哦，下雨，你们是户外是不是？网球都是户外啊。
哎呦，这一大段楼梯啊，我擦，哼，说这一大段楼梯，呜，你知道咱现在爬着跟去爬 Eureka Towers 楼梯有什么差别？其实没有，我们下次可以组一次徒步去爬那个。我不要，因为你会爬爬老半天，一模一样的景色。蚊子。我没跟得上吗？稍微等一等吧。啊！刚从他妈从教室起来，然后就突然拉去操场跑，一样感觉都没有热身。你那是犯错了，被罚了吧？不是，我们有个什么课间跑，冬天还记得？耶！哦，好新鲜。行，跟上了啊。啊，是吧？哦，怎么样？可以。啊。
啊？在这休息会吧。哦，还是景色很不错。刚叫我们先走吧，叫我们先走，肯定就这一条路对吧？对，就这条路，但是我怕他妈看不到这个。就陪着这个两女生，然后行，就他俩坐在那边不打算走了是吧？如果他们要休久一点。走吧，走吧。别被吹走啊！你要是上车就发现。高中跑 cross country 就是这种路，不是跑山，对啊，就是跑山，我操，贼痛苦。这不会崴脚吗？崴不崴就看运气了。这崴的话，就上坡山下坡地了。对啊，所以你跑的时候你要看脚下，就不能看前面。所以，有你很拐，有你拐下去就没有，就会有人太帅气。车上的来嘛，不是我那天在这里，就那天鬼山到半途卡住了，就是来接你。啊，对对对，对。这棵树有点诡异啊，各种。哪棵？这个。被雷劈了吧？我可能是表达爱情吧，还有个树洞哎，在那个洞里干啥？然后在洞里打。哇，这洞还挺大的。王总，今天不下雨还是不要去。就是一种，虽然知道它也没有什么害，但是看了就有点。我昨天刚看完《怪奇物语4》，我操，里面全是蜘蛛。这八条腿的恐惧。我其实还好，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蜜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蜜蜂吗？对，我对蜂类特别特别的胆怯。它跟苍蝇很像。对啊，但是苍蝇我就不怕，我就怕蜜蜂，一种身心的恐惧，你知道吗？听到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就，但也不是，那苍蝇也会嗡嗡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反正我看到蜜蜂我就不行，我就跑那边。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弟弟抓蜜蜂，但是，哇，之后当野蛮人，看到昆虫我就跑了，就会被叮啊。
冰冰棍还好啊，那种就是马蜂之类的不行。我只要是分类都不行。还汪峰呢？我分也没啥感觉。谢霆锋比较讨厌。后面的人别怪我啊，是这两大哥叫我跑。还摇个铃铛，哎，头发你长一点才行。然后胸前的贴个那个月份大师。然后还有一个广播一直在念什么，对吧？对。应该会有人跳出来说：“你走后面吧。”拍张照，跟得上吗？能够跟得上。OK， 我们正式走出荒郊野岭了。啊。我们正面拍一个福利。对，我要告诉他们往哪走。
天也有人发他们去 hiking 的照片。是不是有点热带雨林的感觉？哦呦，好粗啊，是袋鼠屎吗？那边，然后踩个石头，然后蹦过去。我也这么想的。先过去吧，等他们。你先蹦一个，我再蹦一个。蹦倒是不用哦，这里面有小溪，怪不得。好清澈哦。啊？这里面小溪好清澈，你去喝水啊？够不着，手短。不，New Zealand 的确，他们那边南岛那边很多河，真的是。是啊，可以直接喝。过去我就直接喝了，我就哎呀，通过了。踩着石头蹦过来。Total five 我们本硕连读。谢谢。哎，现在其实还在比较。嗯。通啊。每次跟你们说 hiking， 我每次都是拍的照片都一样，你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走在前面，因为只有我们两个走最快。好像不管春夏秋冬都穿这身衣服，能再热点就不行了。你是这件衣服只有一套，还是你有好几套一样？没有，我只是想一直穿这件衣服出来徒步。脏东西，我操！洗的好吗？你要重复考虑的路线。还是红色衣服。红土嘛，红土。哦。干嘛？哦呦。谁说硬的？做空间了。哎，应该是个水源保护区什么的。你确定要过去吗？三思啊。无所谓，只要别过那个铁网就可以。那你要踩很多泥巴才能过去。还好啊，方便就行。保护区吗？哦 ，Old Hill Reserve。应该是哪个区的部分？对啊，说不定是那个啥，那个马其顿山的供水。应该是吧。2.8米。这好像可以钓鱼。我应该带根鱼竿过来。这有鱼吗？
路亚。对啊，他们好像是不让掉的哈。是。这外面无所谓啊，这里面肯定不让掉。不知道那边觉得有，那边那边下面，那边下面有。这边很适合路亚。现在都是你撒泡尿，你就可以想着啊，好多人可以喝你的尿。马其顿山的人民过来上山打你的那个。这里就看。但他怕了，我们这么多人，他怕了。太多了，人太多了，对。你知道？拿个小石头，拿个小石头丢他。围观，围在中间瑟瑟发抖。这是针燕是吗？针燕。啊，不是针燕跟刺猬。针燕是澳洲独有的物种。它见味发出来，不会，那是猴子。突然发现，哎，鼻子出来了。没有，他是抬头看一下你们走没走，你们怎么还没走？他想吃的，哎，你们。对，然后他不好意思。他的刺就比刺猬的粗很多，粗很多，好粗啊！对，我换个位置来一张。哦。然后他们往着蹲在那边的人往前冲。好，来了。再见了。而且我们也没想咱拿你怎么样，对吧？其实刺猬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其实。你得换个角度。对他，这么多人围着他，他已经慌了。他周边有十几个猛兽，太可怕了，对吧？十几个中国人在想怎么吃的。哦，人家广东人都没说要吃。那个是头还是手？嘴巴，它鼻子，鼻子，嘴巴鼻子一放，有一动就缩起来了。他在看镜头哎，他应该是比较怕生命吧？不说话的应该我觉得刺猬是闷骚，吼一声，他很害怕，但其实他很喜欢被这么多人关注的感觉。哎，这个摄像拍的还真是不错，这个摄像取景很好，是，有好的可以发我们。可以，到时候导出来发群，希望你猜到。鼻子出来了，那是鼻子，我还以为是别的东西。那就靠你的了，自己的拍不出来。哎，他缩回去还挺可爱的。哟，几百号人。我负责往前走。对他想吃。他其实想走。我们等他把那个捞进去吃了吧，捞吧。他估计等到很久了。那就算了。把 GoPro 留在那边。那我们先走。然后 GoPro 这边。我一会儿过来拿。看他会不会。在录像吗？我在录，我一直在录。我一会儿过来拿，看他会不会行。你刚走。我们先往下。没看到是吗？看到了。我们先走过去吧。我们先往下走。一会儿过来拿。等后来发现 GoPro 和灯叶走着走着忘了。灯叶就胳膊点一夹就走了。你先往下走，反正就这一条。然后走到前面发现那三个在前面等我们，他们也只能等着。我看有人还是没人，要没人的话那个查理还得等呢。是啊，啊谁哪个？他们四个人是一辆车是吧？他们好像跟查理的车来的。那有点惨。哎，前面多了台车，两台。哦。蛮凶险。我操，那么高的台是什么？啊？那么高的一台车是什么？老个吉，老吉普。啊！哇，我操，这轮子，有点帅啊！这是一个通用款，还有的。哦。哇，这把我从后面一夹，我卡。你被夹中间了。卡。你能把他车开走？好喜欢他的车。哦，人还在车上，对不起，打扰了。好大一个刮痕。他妈傻逼白人老太刮的。